哎呦，这无看的路，即马这是北宜公路啦。啊，如果到了这个季节吼，冬天这个季节，大部分都是会起雾，啊，现在还在石碇区而已，就雾茫茫的。如果到了那个摩天岭的话，会更模糊，哦。现在就先到平岭去，加个油，休息一下。哦，很雾嘞，哈，雾茫茫的。这个都雾茫茫看不到，下雨天，哦，塞几波，看到美丽的风景，下来把它照一下，给大家风欣赏，哇，很漂亮哦。那边有一座桥梁，下面那个都是。茶园，在北宜公路中间快到那个平岭了，真的很漂亮。这如果说天气好的话这个河流真的是很漂亮，继续往前走。现在到那个加油站，这个平岭加油站。新店到宜兰就只有中间有加油站而已，旁边有一个补给站，那这边这景观也不错啦，你看这边有一个鱼池，他们的景观，这里就是大陆的老街，往宜兰的老街，那边有导览图，来平林老街第一个就是要买那个茶叶，如果没有买茶叶的话那个也要买那个茶糖。要买这个茶糖，再买茶糖，各种茶，我就买这个两种口味啦，还有一种是茶香的牛轧糖这个新口味，他们卖的就是，有一些就是卖这一些茶叶的，这一家也有。这一家也特奖蛮多的呢，刚才钓钓一条嘞，中乐透嘞，在那嘴叫呢，都头等奖呢，那嘴白啊呢，你拢那个拢去比赛的哦，安尼哦，这比赛的哦，爱吃包的，一包钱二，一千五，一三千，我小小个啦，会使，落来甲这间买吼，这间有那遐侪种吼，会甲恁去翕个，拍广告遮侪种嘞，平林包种茶东方美人茶、平林茶，遮侪种，啉这就啉到欢喜啊，这也有呢，这讲一百啦，就挂来卖，不二价，这个较俗，三包五百，一包三百，乌龙茶一包五百，茶包一百，
好，好，我们继续走。好山好水啦，哎，九弯十八拐，哦，啊，沿路上面哦，啊，看的景观超棒的，超美的。哦，这里好像是农场一样，哎，哦，下面有溪流在走，好漂亮的溪流。哦，果然很漂亮。哦，啊，这个有一些人家的，哎，黄色，哎，住家，哦，漂亮啊，哦。哦，沿途看到两只猴子。跑到树丛里面去了啦，哎，哦，北宜公路这边也有猴子出没啦，哎，现在到哪个地方都好多猴子，哎，那看到两只猴子哦，来不及拍照，哎，哦，这里呢，石牌县界公园，这就是一个县界，哎，县与县之间的界限。哦，那这个有个导览图，啊，这里哦叫做那个北宜公路，哎，最高峰的最高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哎，啊，这里哦。之前有一些摊贩会在这边卖，哦，今天没有，啊，下雨没有卖，哎，啊，这里有个土地公，这好像新建的呢，嗯，以前来没有看过，啊，这个环境现在整理的蛮不错的，哦，这个是将军，无形将军，嗯。哦，后面有小山坡可以走一走，哎，啊，从新店哦，它开到宜兰哦，在旁边都会停下来，哦，这里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穿越时空，回乡北宜公路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地图了，哎，很特别哈，哦，北宜公路，哦，殉职先灵纪念。这个就是那个以前在开发这个北宜公路的时候哈，啊，有一些勇士哈，啊，都过往了啊，就埋在这里。
啊，再直走就是宜兰了哦。啊，旁边这边怎么有一个导览图呢？可能这里一个山路也可以走的样子，的旁边，这里一个小路，这个，泥泞路了，泥巴土的路了，这个有导览图，很好奇呢，有这种路，现在有规划哦，这个好像都新建的呢，旅途愉快，再见，欢迎莅临宜兰，这里算头城镇，这里有一个导览图，好可爱的导览图哦，那里又有一个凉亭哦，这里怎么有一个小山坡哦，跑马古道了啊，从这边也可以走，哇，上面那么漂亮，哇，这可能不能，车子不能开，很陡，上面这个上面风景很漂亮，走到前面一下，跑马古道哦，以前那个马在走的。非常漂亮，改天再过来，这个有山路呢，这里可以看到那个礁溪，下面是礁溪，整个南洋平原呢，很漂亮，这样子，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如果爬到上面去，看得更清楚，本来要往宜兰方向走了，开前面10公尺就往这边，上来看一下跑马古道，又找到新的景点，以前就一溜就往山下跑了，因为这个是最高点啊，一下去就全部都是下坡，直接到那个礁溪了。因为现在9弯18拐哦，有雪隧开通哦，这里比较少人走了。我比较喜欢走这边，漂亮。这里可以看到乌九港，乌石港，头城的乌石港在前面，这边9弯18拐9弯18拐下面那个弯来弯去的路沿路都是那个大货车在走的啦，
哦，从这边我绕下去，哦，那个下面那个车在会车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叫做19弯18拐，哦，爬得越高看得越漂亮，又能够看到大海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哇，上面还可以，再爬上面一点，看得更清楚，哦，整个可以看到全部的。哦，360度全景，哇，看得更清楚。龟山岛，哦，这个哈、哦、要那个出大太阳哈、哦，天气好的时候哈、哦，能龟山岛，哎，哦，这里最顶端，哦，啊，这个看板不见了。这个已经生锈腐烂了，哎、欸、啊，这边有掉下来，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回去再慢慢看研究一下。哇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年久失修的哦，啊，南洋平原，嘿、欸，那个叫做南洋平原。啊，这个跑马古道。哦，这我们可以做我们的标题，哎，南洋平原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还有大海，海边都看得到。哦，整个宜兰礁溪，哦，南洋平原都看得到。哦哦哦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哦。我看这个地方十之八九很少人会上来看的，哎，你看这个都已经都坏掉了，都这个都生锈，哦，啊、上面也个，哎，哦。这里有了一样是相接通的一个哦，绕个圆圈、啊。你看这个都坏掉了，这个都没有在整修。哦，这个有电灯呢，地上有地灯呢。哎，哦，非常棒哦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哦，这么漂亮的景观哦，啊，有点荒废了，哎，可惜，哎，哦，这个景观台啊，那个跑马古道可能是这一条，哎，那可能那车子好像不能走这样子，嗯，跑马古道哦，哦，这个跑马古道哦，我看。改天哦，骑机车来探访一下，应该是从这一条了，这一条就到再绕到那个停车场那边了，哎，哦，很棒哦，嗯，哦，跑马古道是要走这一条，哎，不要走错条了，哎，要从这一条，哎呦，有人走呢。哎、欸，这个用走的嘞！哎呀，哦，这一条要从这一条，嗯，地标哦，跑马古道。哦，这是可以停在停车场哦，走下去哦。9弯18拐溜下来的，哎、欸，这样看比较清楚，哎、欸，因为哦，刚才那个
在山上哈、哦，哦，这个角度最漂亮。哦，看得很清楚，哎，好、哦、拉近一点让你们看、哦，连大海还有那个，哦，他们的那个一些哦，哦，那个都是那个，那个余温呐、啊，哎，余温呐、啊，靠海边啊都是余温呐、啊，啊，还有那个田地，农田，啊，现在已经在，哎，在种植那个农田。整个南洋平原，吼、哦，连那个海岸线都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嗯、拉近一点，哦，这个是海岸线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是海岸线。嗯、在北宜公路能够，哦啊，瞭望这么漂亮的美景，嗯，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嗯、哦，黑阴天就这么漂亮了。哦、如果说。好天气的话更漂亮、哦、好像一幅画一样那么漂亮。哦，这马开个半山腰，哦，还搁停来，哦，看这个风景太水了。对啊，你看，哦，龟山岛，嗯，那看得很清楚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龟山岛，都像一只乌龟。嗯，龟山岛，嗯，很清楚哈。哦。现在在这边哦，搬山腰看得更清楚哦，比刚才那个角度还要清楚哦。好像那一格一格那个都是那个稻米，哎，我们在吃的那个米，嗯，哦，那个海平面还有那个我们的陆地哦，哦，成为一线啊，山有一线天哦，地有一线地，嗯。哦啊，那个海空，哎，大海和天空啊，也呈现哦结合的哦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就是南洋平原，嗯，哦，宜兰啊、哦，看到罗东去，嗯，哦，啊，来到那个，哦，啊，在哪？牛寮波山，哎，原料科技哦，啊，这个龙潭湖哦，我们的标的是要到龙潭湖，还有皇帝神宫哦，哦，这些正卡所在哈，那地图都是这样子，稍微画一个指标而已，哎，哦，这牛寮波山，这可能是那个人家爬山的，哎，啊、旁边有一间庙，哎。啊，这是那个，哦，这算是一个村落，哎，张阿桃啦，哎，我们现在要绕哦游湖，啊，我从这边进去游湖。龙潭湖啊、哦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哦，啊，这里就是农村生活，嗯。这是人家的住家，哦，这里也有落雨松呢，嗯，哦，这是单行道。哦，这里一个公园也很漂亮，嗯，哦，这里一个福德宫，哦，龙潭宫庙，啊，怎么车子都停在这边呢？嗯，那、啊、可能是人家拜拜的。这里就是漂亮，那、啊、人家就停在这边，哦，欣赏风景，我们也停下来一下。
哇，这个有规划，它变成那么漂亮，以前都没有这么漂亮啊，它现在怎么变成那么漂亮哦？还有一个爱心在这边。哦，环湖步道禁止停车。哇，那边有水鸭哦，跟人很像，很贴近，他们也不怕人。哦，哇，龙潭湖，两年没过来，怎么变成那么漂亮？哦，龙潭湖，哦，这就是龙潭湖，哦，这边有环湖步道，哦，现在规划的蛮完善，哎，都很漂亮，哦，那边有水鸭好多，哦，还有鱼呢，哦，那鱼呢，哦，这鱼很多，哦，怎么看呢，都小只的哈，黑黑的，哎，好多。哇，整面都是鱼哦！它前面也有那边哦一些造景，都非常漂亮哦。这就是龙潭湖。哦，原来游客都停车停在旁边哦，你看走路。我们来看一下水呀，哦，那么贴近。他们都不怕人呢，他们都不怕人，吼，哦，屁股摇一摇。哦，很可爱。这边都环湖步道哈，设施很完善哦。哦，这边更漂亮，也算蛮大的。这里又一条新的古道，荒地神宫。哦，那可能要往前走。
很漂亮哦、啊。站在那个桥上啊，下面是那个湖，哎，哦，建造的很漂亮啊。哦哇，就从这边走出来了。嗯。哦，人家都是用步行的哈、哦，我们就用车行的啊。哦这里有一个禅寺啊、嗯，观音禅寺。这个如果规划完善的话，哦，汽车就可能不能行走了。哎，像那个梅花湖那边就车不能车行，都要用他们的脚踏车，嗯，或是步行。那个导览图，嗯，这是一个龙潭湖，很漂亮，嗯。现在我们到哦，从这一条上去，哦，皇帝神宫，嗯。
前面，皇帝神宫，它是皇帝神宫哈，整个上面在上面哈都看得很清楚，那个皇帝神宫，庄严又大，它在外面都有停车场，那虽然那路比较小一点哈，还是有今天。比较有车子过来，在这边风景也很漂亮，我可以站在上面看得更清楚，下面就是龙潭湖，然后看到那个对面的南洋平原，哎呦，站高一点，很清楚，非常漂亮。到庙里哦，看一看。那旁边有路，下面有一个凉亭。什么老祖保佑？这个有一个爬山步道。哦，就是刚才前面那一条路，那个是步道的啦。然后如果说要车子开上来，就是要往开前面一点哦，有车道哦，就是这个车道上来啊。这一条是那个步道上来的，哎。全新欧智鼻舒敏抗过敏鼻喷剂，是过敏性鼻炎。哦，神木传奇，就是这个叫做体能训练，就是这个单杠，整片都是森林，皇帝神宫，我们进来看看。
哦，五路财神，嗯。哦，它下面有写的，哎，嗯，哦，那个佛像哈，哦，下面那个有写，它是，哦，什么名字，什么神都有写，嗯，哦，这里有个钟，哎。哥，我以前好像有来过两次，嗯。黄龙山黄帝神宫，嗯。黄龙山哈，黄帝神宫，哦。厦门下来了，哦，我们再把它继续，哦，把它拍摄，哦，整个，哦，龙潭舞的全景，嗯，哦，这里有人家卖东西，哦，姜黄粉，哦，这很特别，你哦，把它手工酱油，哦，哦，那这边有一些卖一些龙特产，哎。这个人家的住家，哦，这个蛮旧的哈，哦。这里一个福德宫，嗯。现在那规划得很漂亮，哦，都有整理。旁边也都有护栏，嗯，以前都没有，嗯。
以前这边很乡下，也都没有什么什么造景，嗯。这个右边哦，都是人家的私人土地，嗯。啊，这里哦有种那个莲雾，嗯。哦，这里有一间庙，嗯，那这个景区，嗯。哦，那那个算是那个人民国阿妹了，嗯。哦，这个环湖步道哦做得很完善。整个步道都在下面，嗯，走一圈可能要一个小时，嗯。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用走的走一圈，哇，真的什么烦恼都不见了，嗯，哇，你看这环湖步道都做得很完善。前面有几家那个商家哦，在卖一些蔬菜水果，嗯，啊，我看我们也来采购一下，前面也有几家商家呢，哦，这可能是最近才新哦新的摊贩，哎，哦，这里有停车场，缴费机。那个现在有那个脚踏车了哈，哦，可以出租，哎，哦，啊，这里有做一些停车场，哎，以前都没有嘞，哎，啊，最近好像比较有观光客来哈，啊，这边的观光就开始发展了哦，哎。哦，这是山外围、哦，我们是从后面进来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大门进来的，哦，宜兰县，哦，啊，这里算是礁溪了，礁溪乡，我们那边也有做一些，景观了，哦，哦，还有脚踏车可以租，可以环湖，很漂亮，哦。哦，龙潭湖风景区，哦。非常棒，
整个龙潭湖哈、哦、啊的全景哦。啊，我们是从对面那边过来的，哎，那、啊、这边是正门，哎，哦，也有大草原。